介绍的，这是我们来自台中市明道中学国中部的蓝色动感乐团，掌声欢迎！蓝色动感乐团在民国86年成立，是国内唯一一支属于童军的户外行进乐团。他们既是童军，也是一个乐团，同时这也是明道中学国中部的荣誉社团。他们参与过许多地方的庆典、童军的活动，当然也多次的来参与我们嘉义的国际管乐节活动。每位乐团的成员除了对音乐非常感兴趣之外呢，驻团的基本条件就是每个人都要品学兼优才行啊！哎，不是正道的，还不能加入这个蓝色动感乐团。好，那我们也谢谢明道中学国中部的蓝色动感乐团每一年对管乐节的支持。我们的这个采接的队伍已经走了。